那咱们讲没讲没打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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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最近在各大社群平台爆红，2024年第一个活体名音，非蔡医师莫属。小朋友你好，我是博恩妇产科长。蔡医师本名蔡丰博，是彰化博元妇产科的医师，专门治疗不孕症及试管婴儿。根据博元妇产科官网所述，他曾帮助过许多高龄女性成功受孕，最高纪录是让62岁女性受孕成功，甚至连续6年荣登《Routine World》世界名录。所以我的英文传记在这里，在这里。那这个是一本印刷体，是我要印刷，我还要付钱给美国。除此之外，蔡医师时常在社群分享日常生活，超魔性的影片也成为当红迷因。一起来看看蔡医师的迷因吧。有点无法理解，我的粉丝做了我头像的棉花糖，做了我的小卡片，做了我的可以吃的棒棒糖，还做了我湿头发的蔡医师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。错的，党面不要再往下走下去。一来我长得很抱歉，你去找刘德华、找君臣，我做药水钱，不要找我蔡医师，不要变成全民痛，拜托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党妹，党妹，党妹，嘿，这是蔡医师在睡觉 ，Good night。哎，帮帮我，睡觉。这是麦克鸡块，一口吞。我跟我打赌，我一口可以吞掉这条鲑鱼吗？哇，有刺有刺，失败。半片牛排，大家在学我的棒式哦。其实棒式只有一个基本的功，是这个样子。那侧棒式是应该是要这样子，那这个才是哦。我这样做是不对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迅猛龙跟毛毛虫开始其实是一边，这就是迅猛龙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如果你家里有长辈起床爱上背痛，我建议做两个，一个是尿尿热，这样子贴到地，贴到地，尿尿热，这叫爆蛋。如果你有早上起来腰上背痛，你可以这样子。我一天要做100下，爆蛋爆蛋，左右开弓四射雕这样子，其实也很简单哦。这样，我有小三，你要远离他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说他连他的太太都会背叛，那你算老几？他一定有一天会背叛你。当爸爸自己摸两粒，手比一个 OK， 过不去就是 OK， 你可以当爸爸；过得去像头到顶，就你就不 OK， 你不能当爸爸。当然这个是洗澡时候自摸。那你说我要在马路旁边摸吗？我干脆建议你在台北火车站摸，保证会大家会让大家来赏鸟大会哈，那保证你一下子成名。那你要摸，不要在路边，你就在台北火车站。保证你一摸成名。我在淡水 spend a night， 今晚打给杨姐台 DJ 小芳，在 DJ 台又又拜拜不理睬。